他这个兜里面全是那种链子掉了，然后他就全放这儿了。哟，打开，是不是太久没开了？反正就是我的一个全家福，就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些照片，就是我和我妈妈在苏州拍的，啊，反正就是一系列，但是我现在打不开，不好意思。我的挂件，狮子跟我的小汉堡，是尤尼克斯的准备，然后后面是我的每个人的名字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还有一个。